点钟哦，啊，你从遐咧去就压袂起来，讲两点。哦，我行到张老师某的林庙乡，行到迄、那个，伊阁比我较紧回去。啊！我是行伫头前啊！我知啊，你上头前啊！我冲伫头前啊！这边这边。呵呵。你个想讲的是团体，啊，你又无信任他出来。啊！恁等偌久啊？等真久啊！等真久哦。唔等，你莫想，你莫是在长白山遐，你去去去咧。你讲的，你讲的，你讲的是我的。嗯。你话那不好请，我卖走。哎，我退出，我把线缆讲了。嗯。哎，有那个，我慢慢讲他，讲他大家那笑笑呢。嗯。我得跟你讲，我今天去。哎，奇怪啊，我时间不是。我做你水管头。是啊。你来伫遮啊？遮啦。听啊。嗯。啊，即个是算无，甲你讲几点？讲半点钟尔，你。啊，你袂感觉奇怪？我无看你时间啊。啊，我着拢冲伫头前。当然嘞。啊。当然嘞。啊，转来就。嘿啦，恁无去的时候，当看我的片啦。对啊，你才有你看的了。嗯。昨天晚上那边就更快。对了，阿晴，你今天干嘛呀？